神域，欺瞒世人，其心可诛。今日圣鼎之火，必不能燃。是百花杀，是百花杀，百花杀！城主，教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城主，这定是诬陷。百花杀向来与我教为敌，刚才此鼎还藏有暗箭，定是他们从中做了手脚。那孔雀圣使还能不能选定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穿越了？这是小哥哥真帅啊！就是百花杀的贼子，以你孔雀教的规矩，此女燃了圣鼎，不该是圣使吗？教主何故不问青红皂白，就要取人性命呢？李大人言之有理。圣使，请择一。这么穿，会不会太露了一点啊？怎会裸露呢？在咱们孔雀城里，穿衣打扮全凭喜好，无人约束。女子也不受人约束？自然，孔雀城里男子女子没有分别。女子啊，可以驰骋疆场，入朝为官；这男子可以居家育子，刺绣缝衣。女子三娶四娶也并非不可。本姑娘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老娘三婚四婚都是我高兴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真有意思。咱们孔雀城啊，讲究的就是男女平等，一切随心便可。一切随心？哎，这孔雀城的民风还真挺开放的呀，要是可以的话，就想好好玩一玩。只可惜一来就要做任务。什么味？看一看，姑娘，要不要买几个尝尝啊？行，老板，那来两个吧。来，这个是丰年村刚收的新麦口，可香了。丰年村是哪儿？哦，在城外，全村皆种小麦，但是今年干旱收成不好，村里人啊全在烧秸秆沃田呢。再来两个烤鸡。得嘞，今日关不住再收香包，晚了可就没了。香包所用的布帛还是出自烟霞坊呢，我可得多买两个。好呀好呀，走。哎，姑娘，慢走啊。谢谢老板。
原本以为只有现代才有光污染，没想到到了古代还是看不到星星。圣使想看星星。嗯。牧羊倒是有一法。李大人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别吓我呀，我有夜盲，我看不清。他当真不会武功？李大人，牧羊在这儿呢。哦。